2018年3月 ALC 正式进入中国 是中俄合作的一支有生力量，致力于建设工业互联网生态圈，为中俄产业升级的艰巨挑战创造更多可能。 ALC 将成为工业互联网全球最大的一个多维度试验床，将先后推进文化溯源、大数据分析、智能制造、智慧服务四个具体项目，作为俄罗斯工业 4.0 的重要环节。 企业生产管理系统和人工智能机器人都为实现智能制造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